杭州亚运会日益临近，近日中国羽毛球协会公布了中国队的参赛名单，详细名单如下：男单石宇奇、李诗峰女单陈雨菲、何冰娇男双杨伟坑王昶、刘雨辰欧选一女双陈清晨、贾一凡、郑雨美、张淑贤混双郑思维、黄雅琼、冯彦哲、黄东平男团石宇奇、李诗峰、陆光祖、翁虹洋、杨伟坑王昶、刘雨辰欧选一郑思维、冯彦哲女团陈雨菲、何冰娇、韩月、王芷怡、陈清晨、贾一凡、郑雨、张淑贤、黄雅琼、黄东平。有网友调侃，这就是巴黎奥运会的阵容，其实想想也没错，就当练兵了。相比五年前的雅加达球会，男团阵容只剩下石宇奇、刘雨辰和郑思维。雅加达亚运会同时成为林丹和陈龙的最后一次亚运会，林丹得益于中国队强大整体实力，出任第三单打的超级单未获得出场机会，陈龙则在团体赛中连胜黄永琪、王子维和当届单打冠军乔纳坦。2018雅加达亚运会女双领奖台那次是樊晨夺得冠军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